三排，了解意思吗？那我
我是这个管理员。好，我们讲稍微不不是特别看，我们就在这个来稍微注意一下。那我就是看这三个地方的全条牌的人动作。假设他在里面很久了，那我们就哎，一有询问，稍微折一下啊，稍微对折一下，然后。粉红色的第一张，你看一下粉红色，然后我们再这样没有折，这样没有折，你只要这样好，这样稍微压一下，稍微压一下，然后这样，好不好？哎，这样投下去，对，投下去没关系，投下去，然后一样的黄色也一样折下去，对，好，白色，好，因为它投下去要投下去。然后另外在这边，你不能放弃。